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晚间飞抵菲律宾进行访问，据悉将讨论在菲律宾军事基地部署更多的美军和武器，声称是要针对所谓中国在南海和台海日益进取的行动。而美方官员表示，希望奥斯汀此行能够签订一份准入协议。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协议将使菲律宾向美军开放多达四个军事基地。预计最快在奥斯汀本周四在马尼拉会见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时宣布最终结果。那么这个协议背后的意图是什么？是否真的能够达成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马尼拉现场，亚洲周刊驻马尼拉特派员黄栋新先生，北京现场军事评论员苏中平先生，一起来聊一聊亚太安全局势是否将变得更加复杂，菲律宾又将做什么样的取舍。首先来看张冲的追踪报道。当地时间31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结束在韩国的外访后，便马不停蹄地从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出发，赶赴菲律宾。这也是奥斯汀本次亚洲行的重要一站。据美媒报道，除了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及代理国防部长等菲律宾政要的会面外，美国方面希望在本周内与菲方达成协议，进一步扩大两国的军事合作。据悉，协议主要涉及菲律宾向美国再开放多达四个军事基地，其中两处可能位于吕宋岛和菲律宾南部的巴拉望省。就有分析称，此举可以为美军提供战略位置，以便其在台海或南海问题上采取行动。再结合不久前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曾亲赴临近中国南海的巴拉望省登岛挑衅，美国究竟是要巩固同盟，还是试图引诱并将菲律宾推上所谓对抗中国的火线之上？答案已不言而喻。尽管美国打着军事同盟的幌子为菲方处处下套，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也并未听之任之。他早前在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就明确表示，不会选边站队，而要促进菲律宾的国家利益。Don't work for Beijing. I don't work for Washington D.C. I work for the Philippines, so I'm on the side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at really translates into a very simple statement of foreign policy, which is I promo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马克思在新年伊始便曾到访中国，期间中菲双方就南海问题、旅游业和经贸等多方面达成了共识。其中，马克思还专门强调了双方在进一步投资菲律宾基础设施的成果。We spoke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continuing acceleration of investmen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th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the Philippines. There was even an offer of a so-called soft infrastructure in terms of. 目前，中国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主要的外资和游客来源，更是菲律宾搬不走的邻居。然而，近期美国进一步插手亚太局势，并试图通过建立亚洲版北约等手段激化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升级。马克思曾将菲律宾比作夹在两只大象间的草地，以此暗示不希望激化区域局势走向对立和对抗。他也直言，大多数领导人和战略家都拥有共识，不让局势再度回到冷战局面。But I think most leaders and most strategists have a consensus that we should not fall back into that kind of situation. 美国防长此时到访菲律宾，暗藏哪些居心？美菲军事基地协议将可能产生何种影响？亚太局势错综复杂，菲律宾未来何去何从？下套解套是个问题。小马克思这个小草论是很有意思的啊，说中美是两头大象，当他们打架时会踩到小草，菲律宾就是小草。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比喻，但是小草肯定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对吧？好，我们首先有请啊，在北京的宋中平先生。我们看到奥斯汀本人还没有到菲律宾啊，就传出美国要菲律宾达成一项准入协议，新增四个美军基地，两个位置是很靠近台湾和这个南沙群岛的。那么您觉得这个协议的背后的意图是什么？能不能达成呢？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既然奥斯汀现在前往菲律宾的话，前期也做了大量的铺垫，所以我个人认为达成的可能性是比较大。首先就是美国不断地给菲律宾施压，而且强调在南海地区甚至在西太地区，菲律宾面临国家安全上面的威胁，这其实就是在炒作中国的军事威胁论，尤其是中国现在军事能力强了，对菲律宾构成了威胁。所以我相信作为菲律宾国内的政坛，确实有一些人呢，就是希望借助于美国来对中国进行防范。包括你看这次所选择的军事基地，之前美国的政要也去过，一个是巴拉望群岛，一个是吕宋岛，这两个位置非常的关键。
一个呢就是在中国的台湾海峡附近，也就是在中国的台湾岛附近，而且吕宋岛附近旁边是什么？是三八海峡。这个呢恰恰是美国要加强对三八海峡的控制，需要在这个地方建立新的军事基地。至于巴拉望群岛，这个呢距离中国的南沙群岛非常非常的近，而且作为菲律宾现在得到美国的承诺，也就是美国之前给菲律宾的承诺呢，就是要帮助菲律宾保卫领土仅限于现有的菲律宾国土的国境线以内，但是现在美国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话，把这个界限扩大了，扩大到包括南沙群岛，尤其是菲律宾所占据的领岛这些领土部分，所以这本身对菲律宾的国家安全他会认为是一定的帮助，而且又在不断的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话，让菲律宾国内也有很大的压力。我们知道在去年菲律宾国内选举的时候，各个选举候选人其实也都是在拿南沙群岛拿中国问题来说事儿，这也表明一点的话，作为小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也很难做出任何的妥协，所以在美国压力之下，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答应美国的相关条件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好的，谢谢宋仲平先生。我们知道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啊，至今仍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国，所以他受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再有请在菲律宾的黄栋新先生啊，您觉得这个协议最终在周四两位见面的时候，就是奥斯汀和小马克思见面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宣布达成？而这几个新增的两个基地啊，它的位置您有什么看法呢？首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这次访问菲律宾，他的意图是昭然若揭的，就是美国希望能够跟菲律宾签订这四个新的军事基地，其中两个是在鲁宋岛。那鲁宋岛，特别是小马可斯的家乡伊罗戈，距离台湾只有40分钟的航程。菲律宾跟美国已经计划在今年最大的一次肩并肩的演习就在小马可斯的这个家乡举行，所以美国对鲁宋岛的这两个基地是志在必得的。那除了这两个军事基地之外嘛，他们美国比较重意的比较属意的是将接近巴拉湾的另外一个基地，那这也是针对南海的前沿。所以从美国的这个布局来看，他完全是就是为了他所宣称的，会将来在台海以及南海所爆发的跟中国的有可能的军事冲突来做准备。那菲律宾因为就在地理位置跟这两个南海跟台海非常近，所以这样的一个战略要塞嘛，对美国来说是志在必得的。那菲律宾，他有亲美的传统，而且军方基本上都亲美的，就诚如刚才宋仲平先生所分析的，在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范围内，有很多人士包括军方以及政府官员认为，借助美国的力量可以加强他的国防能力，来阻止中国可能的入侵。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军事基地的新的签署，在奥斯汀之行之前嘛，西方媒体大肆操作。所以根据目前所得到的情况的消息来看，看似乎美国对夺得这四个新的军事基地是非常有把握的。是。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说虽然小马可斯不一定愿意完全会答应美国的条件，但是在国防的这个压力下，有可能他没办法去承受这个压力，最好只好答应美国的要求。是，您提到菲律宾国内有很强的亲美的势力，但是我们也知道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啊，在很久以前哈，在1992年是菲律宾认为美国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独立，收回了在苏比克湾的一些美国基地等等。那么这一项做法也说明在菲律宾国内是有反对这样的将菲律宾和美国捆绑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倾向的。那么现在在菲律宾是不是还存在这样的舆论呢？在民间特别在左派以及激进的这个人士之中，认为引入美国是引狼入室，会把菲律宾绑上这个战车。
将来就会跟乌克兰一样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代理的战场。所以像这次奥斯汀来访，左派的组织就出来示威，坚称不要呼吁这个小马可斯不要让美国能得到这些新的军事基地，并且坚决反对让美国继续在菲律宾的基地轮流驻扎，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把美军引入来菲律宾，将来如果发生战争，那美国就成为第二个乌克兰了。那其实这种态度的在菲律宾的学者跟民间还是有相当大的声音的，但是以菲美关系这样七十多年牢固的基础来看，亲美势力仍然是占大多数，所以两相比较嘛，就是亲美的这个势力以及这个赞成的声音还是比较大的。是，好，谢谢黄东行先生。看来这个亲美还是主流。再来有请在北京的孙荣平先生。我们知道，我们讨论中非关系的时候，中非从1976年建交至今，总体的关系是比较的好的，但是也不排除一些风浪，比如说前几年的一些事情啊。但是在前任总统杜特尔特在任期间，中非关系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期。但是我们知道，杜特尔特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菲律宾总统，甚至有人说是天上掉下来一个杜特尔特。这也是让很多人对中非关系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看到和前任杜特尔特声称要结束美菲防务联盟的态度不同，小马克思上任之后啊，美菲落实强化防务合作协议的步伐有所加快。那么站在中国的角度，我们很难去指责菲律宾和美国发展正常的关系。那么对于中国来讲，什么是我们的底线呢？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底线就是在南沙群岛问题，包括在黄岩岛问题上，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底线。这个是作为菲律宾要明白的这个道理。我们是希望和菲律宾在南海一些问题上加强合作。你看，就在前段时间，在南海天然气油气田开发过程中，我们又达成了相关的协议。这就叫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有一个前提呢，就是主权在我，主权在中国。但我们不得不说一点的话，也希望小马克思要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呢就是菲律宾应该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的经济，这个国内的经济就是要改善民生，要提高民生福祉，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杜特尔特刚才你已经提到，他在任内其实干的都是一些国内的事情，聚焦国内的事情，无论是反恐还是禁毒还是反腐，这个确确实实对菲律宾国内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进展，让菲律宾国内的经济状态有了比较好的发展。我相信小马克思包括杜特尔特的女儿作为副总统也都是看在眼里，也应该明白一点的话，作为菲律宾千万不要去选边站，毕竟中美之间的很多问题，美国是要拿中非之间的矛盾点来说事儿，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要挑一些所谓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其实都是和中国有一些矛盾，比如中非之间在南沙岛礁上有主权的纷争，包括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在东海发界问题上有一些纷争，这就是美国要通过这些所谓的纷争点来不断的炒作，来拉拢这些国家，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如果不跟随美国的话，中国就会对这些国家采取军事行动。这恰恰是一种误解，因为中国的政策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愿意和这些国家共同来发展。包括你看，我们在杜特尔特任内，我们也对菲律宾国内的经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是希望双方之间是双赢，而不是在中美之间去选边站，包括东盟现在也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不要选边站，需要的是经济的繁荣，这个符合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嗯，好的，谢谢孙荣平先生。您刚才提到啊，其实中国和菲律宾啊也是达成了一些在很多领域的一些合作的协议，比如说中国、菲律宾和越南2005年就达成了在南海联合勘探石油的协议。但是我们看到菲律宾最高法院在这个月十号啊，不对，是1月10号裁定啊，这个协议是违宪的。有请黄良信先生，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来龙去脉？为什么是裁定它违宪呢？这个菲律宾最高法院判决，当年阿罗佑总统时代跟中越在南海勘探属于违宪。这个判决是在小马可斯成功访华之后各一两天出来的。那从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看，就是不能排除说，就是有官方就是要借这个裁决的判断来打击这个小马可斯访华成功的这个气焰。那
间接的也是要否定了非中的这个正常的关系的发展。那小马可西上台之后，其实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振兴菲律宾的经济。那当然，在这个中美两国大义的博弈之中，他要管这个平衡，来平衡大国之间。但是，因为菲律宾处于这个战略的位置，所以在目前中美还没有直接产生非常激烈的碰撞之前，小马可西实际上在中美之间，周旋的中美之间，实际上他是左右逢源的。比如说这一次他访华之后，可以跟中国签订了200多亿美元的这个投资援助跟贷款。那相对的，在符合美国对经济的要求，美国已经投入了6000多万美元来更新现有的基地，并且在这四个新的基地，美国又准备拨出6000多万美元来进行这个建制。那就从这个数目说，就从美国的这方面的关于经济援助已经达到了1亿5000多万了。那包括近年来在非美小马可西上台之后，非美关系略弱，所以美国的投资跟贸易近来也有飞速的发展。在去年，美国跟菲律宾的贸易就达到了330亿，那这几乎已经追上菲律宾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水平了。那而且美国成为菲律宾对外出口最大的目的地。那近年来，美方不断的加强与菲律宾各方的互动。比如说，今年刚不久，1月19日，两国就进行了双边高层次的这个对谈，并且在今年4月以及今年11月，小马可西还有可能还会2度的访美，然后非美之间现在的很多互动跟部长级的会议已经排上历程表，在今年会有很多大的动作，包括这个肩并肩的演习等等。那我们从这些举动来看，实际上在目前中美还没有产生巨大的碰撞之前，小马可西与菲律宾的这个地缘基地，实际上它是左右逢源，能够得到来自中美两国各种方面的帮助。那这就是他企图要振兴繁荣菲律宾经济的目的。但是他会不会玩过头呢？这就要取决于将来中美关系是不是真的会产生激烈的激斗或者碰撞。那到时候可能菲律宾就不能全身而退了。是的，这取决于小马可斯本身的这个政治智慧和外交手段，的确是压力山大啊。他曾经表态说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是美国就是逼着你站队，那你能怎么办呢？就看你最后的这个行为了。好，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孙中平先生。我们看到奥斯汀此行不是飞来菲律宾，之前他去过韩国，在韩国做的事情可以说是更加的令人震惊哈。他希望增加在朝鲜半岛部署战机和轰炸机等先进武器。之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去韩国，直接叫韩国给乌克兰支援武器。结合这一切来看，虽然不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但是必然对中国的战略产生一个非常不利的影响。您的看法？实际上，作为奥斯汀也好，包括斯托尔滕贝格也好，他们就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朝鲜半岛生战生乱。也就是如果把战略武器引入到朝鲜半岛的话，其结果是什么？不就是要加强军备竞赛，甚至要加强在整个半岛的核军备竞赛？而且你看，现在美日韩三国又走到一起，在日内瓦又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说要施压朝鲜，让朝鲜彻底的弃核，要无条件的弃核。但是谁给朝鲜提供安全担保？没有人提供安全担保。至于斯托尔滕贝格，他本身就是美国的一个代言人，毕竟北约他就是美国对外的一个军事组织。那么你看，现在作为无论是北约还是美国，就是希望逼着韩国在俄韩之间选边站，或者在俄美之间选边站，也就是你到底是愿不愿意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而且作为斯托尔滕贝格也看到了一点，就是韩国在俄乌军事冲突快一年的时间内，
确实已经向波兰出口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无论是火炮还是主战坦克，出口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而韩国之前也确实给乌克兰提供了一些人道主义救援。北约的意思是，既然你是作为北约的合作伙伴国的话，你也需要尽义务来向韩国自己的所谓盟友，也就是乌克兰来提供武器装备。这实际上将会把韩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彻底的对立化。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已经实现了对立化，这个其实是拜美国所赐。如果韩国也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而不是人道主义援助的话，那么俄罗斯必然也会对一个外向型经济的韩国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个制裁呢是双刃剑，我相信作为韩国也必须要三思到底应不应该跟随美国的步调来走。而且韩国有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他说我的武器装备，我的军事能力都是为了应对北方的朝鲜，所以我没有更多的武器装备。但是我觉得在美国和北约的压力之下的话，韩国未必能顶得住啊，我们拭目以待吧。好，相信尹锡悦总统自有自己的外交的想法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道歉。中国向来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也希望其他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是问题是，当菲律宾奉行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将有可能踩到中国的红线的时候，中国将怎么办？有请宋荣平先生。您也提到周四当这个奥斯汀会见小马克思的时候，可能会宣布成功达成这个协议，增加这个军事基地。那么中国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将会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呢？首先一方面的话，我们继续要加强和东盟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要促进尽快要去针对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达成相应的这种协议。那么2002年中国和东盟之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签署准则。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东盟里面有个别的国家在阻挠，同时呢还有一些域外国家在阻挠，其中呢就包括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是不希望签署准则。因为签署准则呢是为了让南海成为一个稳定之海、和平之海，而且不欢迎域外势力进入南海来惹是生非。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什么？就是美国、日本等这些南海的域外国家就是希望把这个南海的水搅浑。所以我们需要从外交的层面来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继续要加强磋商，要告诉大家应该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这个大外交战略必须要坚定。另外一方面的话，作为中国来讲，我们也不断地在加强和菲律宾的经济合作。菲律宾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就是提振自己的经济力来惠及民生，这个是最为关键。同时我们也需要做好相应军事斗争准备，毕竟美国现在针对中国在进行全面的布局，那么我们也需要有相应的应对来应对美国可能的挑战。好的，谢谢宋荣平先生。再有请黄栋新先生。我们看到节目开头有说到小马克思说菲律宾是小草，您觉得小草的生存之道是什么？小马克思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曾经表态，他说南海的问题让他夜不能寐。那他所谓的这个小草论，就是代表了菲律宾这样一个小国在中美两国的地缘政治博弈下，随时都会被这两头大象给踩死，所以如何在这两头大象搏斗之间寻求谋生之道以及不受伤害，这就是小马可惜夜不能寐的原因。那他也费尽了心思，也想在这两个大国之间能够怎么能够达到平衡。所以至于他能不能达到平衡，那就要看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不会演变到比如说台海危机真的爆发小规模的战争，或者南海有小规模的战争，菲律宾受到波及。那小马可惜认为，就是菲律宾这样的一个处于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之中，
如果中美真的产生战争，那菲律宾是没办法置身事外的。所以他怎么来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菲律宾能够避开这样的一个危难，那这就是要看小马可西的战略定力，他的政治地位以及他的平衡功力的。好的，相信菲律宾会做出明智的选择啊！风吹草低见牛羊，谢谢啊，宋荣平先生和黄亮信先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圈连线》，我是李克夫，晚安。